嗰次可以話係內地最大型嘅反日示威，示威者四圍破壞。由於情況係比較突然，我同攝影師其實係冇任何嘅保護措施。個波球爆出嚟嗰下咧，我要即刻起翻身，因為我要將第一手資料咧俾翻觀眾睇。每段新聞我哋都要做大量資料搜集同跟進，仔細分析各方面意見，聚焦時事嘅核心，帶俾觀眾最詳盡、最專業嘅報導。2015無線一小時晚間新聞，助你深入掌握時事脈搏。新年新世界，香港除夕倒数，是由香港旅游发展局及新世界发展有限公司特约播映。发展局主办啦，就系我哋 TVB 制作嘅《新年新世界》，我哋香港除夕倒数嘅。大家好，我系 Janice 陈贝儿，我系邓志峰啊，欢迎晒大家。咁喺呢度咧，亦都要多谢香港旅游发展局啦，每年举办一个咁开心嘅活动，等大家一齐去迎接新年，几好啦，好开心啊！而且今年咧，继续咧都系有呢一个咧流星许愿嘅环节咁啊。之前11点嘅时候咧，经已咧就系发放咗咧3种唔同颜色嘅呢一个许愿流星啦，大家咧都许咗咧就系有呢个事业啦、咁啊健康啦，咁同埋咧就系金钱嘅愿望噶啦。系啊系，哇，有啲飘雪出现啦，好浪漫啊！我发觉呢一度系啊，嗱咁呢个时候咧就快出现嘅许愿流星咧就好似你咁啦，红色代表住爱嘅，我哋一齐望望维港先，好打响你嘅砰砰棒啦，啊，随时出现噶啦噃，哇！红色嘅流星出现啦，希望2015年咧系充满爱嘅一年啊！大家都甜甜蜜蜜啊！哇，好靓好靓好靓！好开心，希望大家咧都话愿望成真啊，一定要噶咁啊！而且咧，我哋今年嘅呢个烟花汇演咧，其实咧嚟紧系特别具规模啊，会放足咧成8分钟噶。系啊，加埋啲灯光效果啊，咁所以好特别噶。呢个时候咧，子清喺船上边同我哋报道一下情况。Hello， 大家好。咁香港咧就係國際大都會啦。咁其實咧，全球嘅遊客咧都好中意嚟到呢一度噶。而坐船遊覽香港嘅維多利亞港咧，更加成為咗人生50个必遊嘅項目之一。咁可想而知啊，喺世人嘅眼中，我哋維港係幾咁靚咧。咁所以今年咧，我哋特別移師嚟我哋維港嘅正中心呢一度咧，就係主持呢一個啟動除夕倒數嘅儀式。咁希望同大家咧過一個特別難忘嘅2015年嘅倒數㗎嚇。咁好啦，喺呢個時候，交翻俾子峰啦。好 ，Hello， 大家 good show， 好嘢啊！呢一度咧亦都系有一位咧就系乐坛嘅天后，同我哋打响头炮嘅，有请 Joey。容祖儿，我近来被某事烦住，这事情知觉很奇异，我未明白当中的容易，谁个行为令我怀疑，眼内藏住了暗示，而或问我如何处置，多么想知想要知，我怎与他成成将心声写上白纸，他的所思他的故事，又何曾想知他怎过日子，未知尚未示意，要我推测这段情是最合适，或这段情想要坚持，爱共情是猜心的嫌疑，挂念是会发自愿，我为何不敢试试，已开始将这困局终止，我么想知想要知，我怎与他实实将心声写上文字，他的所思他的故事，浓浓我想知他怎过日子，未知这未是意，要我推测真正情意思，
子。错运战机要开，不舍会在数十秒内。电话要关，但米高峰要开，切勿过分按耐。射灯已开，喇叭已开，各就各位，你在我在。全呼机要关，但你的心要开，请看着这大舞台。Come on！心急我声大，已经一早唱开，这首歌快将似轰炸袭来，你就让那狂音机扭开，去将全场也覆盖，表演我直到你定眼双空，将抑压能量再台上释放，攻克这天堂，炸裂疯狂，让我今晚做女王。几百万血歌轮流上方，记下一段段风光，不管以后谁称霸天王，能及我今晚盛世作。
兩位 dancers 啊嚇，唔該曬 ，thank you。大家都準備迎接2015年噶啦喎，終於一定要留喺度同你一齊倒數喎，好唔好啊？氣氛好熱鬧，我係啊，我哋台上面仲有好多位同事啦，一齊咧迎接2015年嘅嚟臨嘅。好，我哋將時間咧交俾子星先。系啦，咁我哋呢边咧，亦都系准备迎接2015年嘅。不过喺呢个时候咧，我哋首先有请香港旅游发展局主席林建岳博士为大家致辞，有请。好啊。尊敬嘅行政长官、行政长官夫人、苏局长、Gary、纪文房女士、各位嘉宾、各位市民同埋新闻界朋友，大家好。首先，我哋欢迎各位出席今日嘅活动，同我哋一齐迎接2015年嘅来临。我哋旅发局主办除夕烟火倒数活动，今年已经是第八届。我好开心，呢个大型嘅活动每年都吸引咗10万计嘅市民同埋旅客喺维港两地观赏，同时亦吸引到世界各地好多主要嘅电视台直播或者转播呢场盛事，将我哋中外嘅驰名嘅维港夜景同埋我哋香港新年嘅热闹气氛呈现喺全港嘅观众眼前，细到海內外的人士都有機會感受到香港這個亞洲國際都會的魅力。我很想趁這個今天的機會衷心多謝政府、旅遊業界和社會各界在過去一年對香港旅遊業的大力支持，展望新的一年，旅遊發展局也希望香港的旅遊和各行各業都好像今晚的匯演一樣多彩多姿，充滿活力。當然我很要好多衷心感謝新世界發展有限公司，他們已經是第三年冠名贊助除夕煙火倒數，同時亦很多謝香港會展展覽中心和其他有份參加匯演的建築物以及相關的政府部門對這個活動帶來的支持和配合。2015年很快就到了，這裡我預祝大家新年進步， Happy New Year， 多謝大位。好嘢！多謝曬林主席啊！我哋大家係咪已經準備好迎接2015年㗎啦嚇 ？Ready，ready。其實咧，我哋眼望出去尖沙咀咧，見到而家呢度咧係插針都插唔入啊！好熱，好熱鬧啊！大家心情都興奮。係啊，我哋咧今年嘅呢個煙花匯演啊嘛，更加犀利嘅咧就係會喺位於咧金鐘啦同埋灣仔嘅中環廣場啦，咁啊中信大廈啦、海港中心啦、合和中心啦、入境事務大樓啦，同埋金鐘道政府合署六棟大廈度咧，都會咧就同時發放煙花，所以咧係非常壯觀噶。係啊，同埋今年咧特別嘅，我哋喺會展嘅外牆嗰度咧，首次咧加咗一個咧高清嘅大屏幕喺度。咁一陣咧，大家可以睇住倒數嘅時間啦，同埋有好多嘅圖案咧會打出嚟嘅。另外咧喺文化中心呢度咧，我哋亦都有個投射嘅畫面，咁啊希望大家可以更加 enjoy 個 show。講起一陣8分鐘嘅煙火匯演咧，當然唔少得音樂呢部分。咁我哋開心咧就邀請到咧著名音樂人咧趙增熙先生咧幫我哋編曲啦，以及係製作。所以一定會很精彩的。Thank you， 多謝曬。咁啊，就嚟咧就係2015年嘅啦，即係2014年就嚟嚟到一個完結啦。想問一下 Joey 啦，有咩感覺咧？回顧翻2014年啊，2014好多挑戰啊，對我嚟講，因為自己原來都會好多小毛病啊，可能人到咗某個階段，咁就有啲嘢要執一執，咁啊同埋要調理一下自己。就預備走更漫長的路，係啦。預備更多挑戰。正話許願流星，你有冇許願先？有咩？係啊，我哋有財富啊、健康啊，哇，有好多嘅愛啦嚇，各方面都有。佢仲嚟唔嚟啊？會嘅，你喺個心入邊繼續許願就得㗎啦。我希望可以得到多啲好嘅歌曲，好，同埋可以錫我嘅人永遠都咁錫我。係啦。蝦頭咧，蝦頭，2014對你都好難忘喎，好多角色喎，係咪啊？冇錯，非常之豐盛嘅一年。咁希望2015年咧，個個都好似2014年嘅我咁豐盛。好，一於咁話。好啦，我哋傾住咁多先，因為呢個時候咧，我哋啟動儀式都準備好㗎啦，交翻過去俾阿子清先啦。好啦，而家有請我哋嘅主禮嘉賓為我哋準備主持啟動倒數儀式，佢哋分別係香港特別行政區行政長官梁振英先生。行政長官夫人、香港旅遊發展局主席林建岳博士、商務及經濟發展局局長蘇錦良先生、新世界發展有限公司執行董事兼聯席總經理陳冠展先生，以及新世界發展有限公司執行董事紀文鳳小姐。好啦，咁我哋有請咧咁多位主禮嘉賓咧，一陣間喺我倒數3聲之後，
就將手上面嘅能量歡笑卡放入能量台，去啟動倒數器。咁寓意咧就係將歡笑傳遍香港，用團結正面嘅態度，將正能量帶到嚟2015。好啦，我哋有請各位主禮嘉賓準備，我哋即將主持啟動倒數儀式，準備3、2、1，啟動。好啦，咁我哋一齊倒數啦。3、2、1。